记得吗？记忆里的炎夏，散落在风中的一阵发，雪花的倒影，沙哑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手法来掩饰不痛的伤疤。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尽管我得到世界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忆里的炎夏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Hello， 张仪，两盏灯又有机会被人挑战啦！我哋听下评审有啲咩同张仪讲先。最主要系音准啊，系啲 pitch 好大问题，尤其是由 minor 转去 major 嗰度。冇错，啱。阿张仪咧，佢好有感情，但系佢系一个好紧张嘅人。我俾佢嗰个系佢嗰个感情，佢嗰个对呢只歌嗰、那个着紧，同埋去 deliver 呢只歌，我俾到佢个 pitch 就。吳老師講得啱，個 pitch 佢 hold 得唔準啊！唔使緊張啊，你唱完㗎啦。係啊，跟住我哋轉過嚟呢邊，佢哋緊張啲，佢哋要挑戰你啊嘛。同你有過最美的邂逅。共你有过一点给你温柔，共说我俩能易早已分手。看评审的表情就知郭健表演失准，似乎连歌词都未练熟，演绎不够感情，感染不到几位评审。看来 Joey 在揀对手 PK 这件事上又认真下功夫。若你走，为何让你郭健挑战失败。